哎，我现在看不到这个直播间里的所有的这个留言啊，不知道这个直播间里是不是已经开始沸腾了，因为好多人都特别喜欢易烊千玺。请在找椅子是吗？请坐，请坐。谢谢。来，千玺你好。你好。哇，我看见他什么感觉？我突然觉得电影当中的那个人走出来了。刚才因为我刚刚看完，对，他说他哭的泪流满面。我在电影院里嚎啕大哭，真的，我觉得演的，什么电影？内心的很多。来说一下，因为我还没有看。送你一朵小红花，送你一朵小红花，送你一朵小红花。你今天就这一句话值多少个亿？这多大的广告？就是很大声的在哭。我从来没有看一个电影哭成那个样子。就是因为大家都戴着口罩，我也不怕别人认出来我是谁，所以我就放声大哭。对，因为这个电影讲的是有青春期的懵懂的爱情，然后也有跟父母那一辈的亲情。对，所以可能覆盖的人群会比较广，然后大家可能看到会比较有共情。你演这部电影会对你内心有触动吗？会。以前对于直面死亡的时候，其实这个年纪是从来不会去考虑的问题啊。然后看到这个剧本之后，然后有一些导演自己想表达的东西，然后有一些也需要靠我们来演绎出来的，我觉得有感受到一些很不一样的感情。经历了2020之后这样特殊的年份，大家可能对生命有着更深层次的一番理解。既然易烊千玺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先跟大家拜年打个招呼好不好？Hello， 大家好，我是易烊千玺，祝大家牛年幸福安康。刚才已经说了哈，易烊千玺是已经上过五次春晚了，这些都是人生当中特别宝贵的记忆。我们呀也替你珍藏，而且专门制作了一段 VCR， 咱们先和老铁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吧。我们看看，这是我还是，这是哪年啊？2017。哦，2017年春晚。哦，我们都是追梦人。真好，看到自己一点点长大的这种感觉怎么样？感觉时间过得好快。感觉时间过得好快。每年的春晚都跟大家一起过。已经5年了。对。有一个纪念册想让你看一看好吗？好。你打开它，看看我们带给你什么。这是你刚刚上春晚时候的样子吗？对，还是上的好像是儿童节目。2016年的时候。是2016年春晚。对，旁边都是。那表演的是什么节目？卡通动画片人物。对，是动画歌曲的一次串烧。对，然后什么喜羊羊灰太狼、大头儿子之类的都在，黑猫警长都在。2016年的时候。5年前了。对，5年前。2017年。第一次上春晚你会紧张吗？就是那么小的时候你会紧张吗？很紧张，非常紧张。你有那么多舞台经验了还会很紧张？包括到现在也是，上台前也还会紧张。紧张到什么程度？就是看舞台的大小吧，就每一次都是不同分量的紧张，还是会懂吗？今天这个是什么程度的紧张？今天这个我觉得比较轻松，比较轻松，比较轻松。来，好，下一个，这是2017年的。2017年。下一个是，这已经是翩翩少年了。下一个是，每年春晚都会有2018年的不同的记忆吧？2018年的吧？对，这2018年。你这一年春晚，你比较印象深刻的记忆是什么？2018年春晚。这好像是2017年，这个是2018年。2018年这一次我记得我和2035有个约，正好2018年，正好那次的高考命题作文好像、对，好像是给未来的你写一封信。对，哦，有人说你压中了。对，我当时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脑子里瞬间就是出现当时唱这个歌的那有几句台词，印象很深的。对，什么呢？我现在不太记得，大概就是
有个约，然后我和2035有个约，好像有这个，我唱过你这歌、对，什么两个一百年之类的，就是一些台词。然后，哎，我想多问一句啊，就是你这么看翻着自己的青春纪念册的时候，然后你又唱了我和2035有个约，但是2035之前我们可能2022、2021、2020有一个约，现在是你当初想象的那个样子吗？从来没想过，就是没有，就是我是一个不太为自己设远大目标跟想象未来是什么样的人，我怕就是那种比较立 flag 然后自己没有达到或者之类，然后反正我是比较偏向顺其自然，走一步是一步，活好当下。对，活好当下，就珍惜现在此时此刻的。对，明白。这是2019年吗？2019年，是2019年吧。对，每年春晚你这看着这样的照片，你会想起来当时那个特殊的记忆吗？会。当时我们有几个演员老师一起吗？会讨论你的头发吗？2019年你的头发？哦，对，2019年我当时在拍一部戏，然后就是剃了非常短的寸头，然后在戏上映之前，我们不太想让这个头发曝光，然后就戴了假发，戴了帽子，对，戴了，然后好像观众朋友们眼睛非常尖，就看出来了，看出来你戴了假发了，对，然后大家是比较吐槽方向的，说他是不是戴了顶假发，但是我就真的是戴了顶假发。然后你有解释吗？没有，就大家看着娱乐娱乐也挺好的。哎，我觉得他心态很成熟哈，虽然年纪很轻。这个是2020年的了，就是去年最近的了。去年。那2020演的是什么节目？更比较偏向歌舞节目，就是舞蹈动作会比较多，是往年最多的一次。其实已经上了5年春晚了啊。我觉得你对春晚的这个感受认知，你在这么年轻的时候上了5届春晚，肯定是有很独特的地方。你觉得上了春晚的舞台给你带来了什么样的不同的地方吗？什么样的变化，或者说你自己独特的感受？上了春晚之后，最开始2年最大的变化就是回到老家的时候，然后各类亲戚是一定会看春晚的嘛，然后就是见到之后就会说就是昨天还是前天就刚看完你在春晚上的表演，对，然后回老家嘛，就是家里的亲戚会看的比较多。2020其实是非常特殊的一年，2020年的春晚也非常的特殊，那个时候大家其实疫情已经逐渐开始了。2020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有什么让你刻骨铭心记忆的事情吗？2020印象最深的就是直到4、5月份之前，大家一直是在隔离的状态。对对，我们的隔离是给一线工作者们一个最好的帮助啊，给国家疫情一个最好的控制的方向。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几个月待在家里，会这几个月是跟这几年吧跟家人接触最密切最亲密的一段时间。所以跟家人接触最多的一段时间，所以更对亲情有了一番特殊的。对，是有很多，因为出道以后经常出差，经常不太能回到家，就是有很多以前生活小的细节是很久没有感受到的。就比如说赖床，然后我妈就一直敲门让我下去吃饭之类的，就这种小细节其实都是暖暖的记忆。对，其实2020年给我们的很多的生活呢都是按下了暂停键，但是因为有这样短暂的休整，才让我们对生命对我们的过往可能有了更为深刻的体察和体会，对于未来可能有了更清晰的一些规划和目标，对人生的认知可能也会有略那么一点不同。哎呀，话题有点沉重了。我们今天是春晚的节目，我们稍微活跃一下气氛吧，不如先来做一个小游戏，有请工作人员给我们上一个道具，有请。这是要干什么？
我们看看这个游戏的名字叫做飞镖扎气球，干什么？这是要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飞镖扎气球。哎哎，姐姐，飞镖扎气球。要说特别说明的是呢，这些气球里面有几个气球是用纸拼起来的。对，拼起来之后呢，把这些拿出来之后会凑成一个福字。所以呢，易烊千玺的任务就是将福字拼起来，然后呢把这个祝福送给大家。而且说不定里面是不是还有任务？我们扎开看。千玺的任务是吗？对，是什么呢？这个什么时候变成了这个江湖中人？来，走起。这个距离可以吗？可以。应该是吧。哦，你自己玩飞镖吗？很少。你非常非常准确的扎到了缝隙当中。这个一般扎到那儿不容易，你90%都是气球啊。哦，一下两个。哦，哇，露出来两个。那你这样吧，你就把它全部扎出来吧。好。我不敢往那边去。漂亮。漂亮。漂亮，完了。哦，掉了一个，完美，掉了一个，完美，完美，兄弟，你想二三，哎，已经出来五个，哇，哎，你好厉害哦，哎，我试一下，这个很难吗？来，选那我没谱，对，我再试一个，他第一个也没扎准呀，你开心就好，哇，哎呦妈呀，哎呀，其实蛮难的，你开心就好，还是很厉害，很厉害。我替各位老铁亲身尝试了，不容易啊！我们把这五个红包，哎，哎呀妈呀，你激起了我们好斗的心。还行，我直接扎缝隙，你正中靶心了。哎，我们三个人一人一个，看看谁能够扎准，好不好？就是因为现在刚才是容易的，但现在是有一点难了。你要扎什么？就是气球，一人一个，来，漂亮，漂亮，就此结束吧。看不见，再见，再见，漂亮，厉害，好，咱们红包里面是有字的啊，来，从头到尾都没有看见工作人员要跟我们说什么，来，把这个红包是要打开吗？来，打开红包。是一个一个打开吧，来，可以啊。字谜游戏是什么？是这个吗？桌子上有道具，不是。字谜游戏。字谜游戏。也不是。这个吗？规则，来，字谜游戏，四个谜面需要易烊千玺用笔写下答案，覆盖在字谜纸上。直接写在粉纸上，写什么？哦，我们出题，然后易烊千玺来猜字，把它写上边。好。来，题面是，请听好。三，来，反正让易烊千玺在中间写笔。题面，请听好：三人同日来，喜见百花开。打一字。三人同日来啊！三人同日来，喜见百花开。给各位老铁也可以出一下题啊！来，如果您知道，在三人同日来。喜见百花开，各位老铁，如果你能够猜得到，就别忘了打在屏幕上，可以收到易烊千玺签名版的照片。真的吗？当然了，我们之前都说了嘛，所有的嘉宾都有签名版的照片，漂亮。所以刚才的谜底是易烊千玺，请公布。春。春字。哎，给大家展示一下，看易烊千玺的这个字，都是字如其人啊。三人非常的俊秀，同日来，喜见百花开，就三人同日来，喜见百花开，漂亮。下一个，太阳缓缓走来，脱去一半丝。哎呦，这个不好猜哎。太阳缓缓走来，脱去一半丝。缓字怎么写？想一想。
太阳缓缓走来，脱去一半丝。所以这个字的字谜谜底是，老铁猜出来了吗？易烊千玺的谜底是暖。暖子，恭喜你答对了。暖，下一个，宽心、雄心、虚心，哪一字？哎，还是好难啊，我觉得。宽心、雄心，嗯，虚心。啊啊啊！多少多少，听好，宽宽心，雄心，你从每一个字里找一个，找一个部首，部首其中的一部分组成的一个字是。好难好难，这个有点难度了，真的。嗯、是字，是个花。花字，宽心的宽，找了一个草字头，雄心一个单立人，然后虚心来了个七，一个七，对，所以叫花。第四个字，哎，我觉得聪明的网友都不用看题面都能猜得出来了。春暖花，并无两点头，并且的并啊，并无两点头。这我们是在考他，我突然觉得是两个语文老师在考学生一样。我觉得像练声。并无两点头。好，谜底揭开，这个开简单啊，四个谜面揭晓后凑成一个字，就是一个词，就是春暖花开。春暖花开，也、嗯 yeah, 这个哇，送给大家一份祝福，送给大家。春暖花开的那天马上就要到来了。哎，这个我们也可以作为礼物送给大家吗？你签上名吧。嗯，可以吗？签背面吧。今天是小年夜啊，不是小年夜，就是我们叫什么、就是、小年儿，小年儿，小年儿，南方的小年儿啊，不是农历二十四。哎呀，那今天是几号？二十四，农历。可聪明，二月二十四，农历十二月二十四。好嘞，那接下来。哎，这个还有一个纸条，上面写着一口气绕口令儿，一口气绕口令儿。嗯，春节赠你一棵愿望树，上面结满开心果、幸运梅、甜蜜瓜、富贵枣、温馨李、幸福桃，映红你一年通畅的运程。这个也没有那么绕，是太简单了哈。嗯、它关键在于一口气，你能一口气下来吗？嗯，不喘气的，不能这么小声，要大声的，要这种话剧的这个气息。春节赠你一棵愿望，春节赠你一棵愿望树，上面结满开心果、幸运梅、甜蜜瓜、富贵枣、温馨李、幸福桃，映红你一年通畅的运程。通畅，说出了话剧的感觉。来吧，就五知多少是一个什么？亲，我完全看不清。嗯。大手卡吗？是这个吗？好嘞。哦，这要考一考易烊千玺小时候的记忆力了。这个是什么？很老很老的那种簸箕吧。对，簸箕吗？扫帚。不是，这是筛，叫什么？这个不是筛子吧？簸箕。但是没有眼儿啊。它这个是那个灶台上用的那个笸箩，这簸箕也可以叫簸箕，就是颠米啊，什么豆子啊，是这个吗？就是我们叫笸箩，就是你也可以叫簸箕，你愿意搓灰，它就叫簸箕，你愿意放面粉，它就笸箩。看来我们都还不够老，来下一个，这什么？给大家看一眼。啊。就是蜂窝煤，这个肯定知道啊。嗯，蜂窝煤其实现在我们也用啊，经常是家里来客人的时候有情调，弄点小火锅来蜂窝煤。哎，这个小的时候各位老铁叠过吗？我们上学的那个年代都叠这个，不知道现在的小朋友是不是还在。哎，易烊千玺，你们上学的时候还叠这个吗？会也会叠。这个叫什么？东南西北。
哦，对对对，东南西北。嗯。天哪，这是我们小时候的女孩们经常玩的。啊、我们那会儿也玩。啊？就是翻手绳，不是一个时代。翻手绳，翻手绳。哎，你最多可以翻多少次翻手绳？他可以翻，越厉害的可以翻越多。但他会一直循环下去吗？不是，他翻一翻就死结了。所以他厉害的，我们那儿有的人可以翻五六个，五六次，就是不停的翻翻翻。这五六个是翻一次一个花儿，再翻是正常的啊。那你们对，确实是进步了。哎呀，我那会儿觉得，我觉得我能翻五六次就已经很厉害了。来吧，下一次最后一个考验。你脸睛反光。这个好像是什么？方宝还是方片儿？我们那会儿方片儿应该叫啪叽吧，那拍四角吧，这是，这拍四角，这拍四角，这叫这是四角。对，我们方宝还是什么方片儿？我们小时候，我们那边，这南方玩的吗？这个是就可以这样扇吗？是这个？对，不是这扇翻过来拍的。对，就是对，和我们北方讲的啪叽是一个原理，一个道理。嗯，还有吗？好，没了。这儿是什么？还有一个亲戚大挑战，亲戚称呼大挑战，亲戚称呼大挑战。过年过节了，大家千万不要称呼错喽。来吧，我要边打拍节边提问，易烊千玺边打拍节重复问题并进行回答。准备好了吗？好，来，预备起。爸爸的妈妈叫什么？爸爸的妈妈叫奶奶。爸爸的妈妈叫什么？奶奶。哦，嗨，也可以，也可以，就是，来，预备起。爸爸的妈妈叫什么？爸爸的妈妈叫奶。你按你的节奏来吧。好，来，预备，你赢了。游戏黑洞，是我。来，预备起。爸爸的妈妈叫什么？爸爸的妈妈叫奶奶。妈妈的爸爸叫什么？妈妈的爸爸叫姥爷。爸爸的姐姐叫什么？爸爸的姐姐叫大姑。妈妈的妹妹叫什么？妈妈的妹妹叫小姨。太简单了。妈妈的妹妹的爱人的儿子你叫什么？朋友。好聪明啊，这个厉害，这个厉害。朋友或者兄弟。兄弟啊，就看他多大。然后孩子小的叫宝贝。都可以。好的，那谢谢易烊千玺，大家带来了一段非常愉快的跟这么多老铁们跟这么多网友们相处的时间，谢谢你。嗯，我觉得要不然我们最后哈，因为很多老铁都特别喜欢易烊千玺，嗯，你再给大家送一个祝福吧，新春祝福，在我们一起来上春晚啊，贴福字是不是？贴福字。哦，这里还有。对。来吧，环节有点多。哎，为什么来？我知道，我这要翘起来了。来。贴福，哦，福包里的，红包里的福字碎片，直接贴出来。这是一片吗？啊，它是可以拼成一个福字。刚才说过了，这些红包里的每一个偏旁部首下来，可以拼成一个福字，叫我们放桌子上。对。在了不同的红包里，还有吗？齐了吗？也齐了，四个。OK。好。来，给大家送句祝福吧，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福星高照。祝大家牛年天天开心，福星高照。福星高照。福到全家，谢谢易烊千玺给我们带来了这样一段非常愉快的相处的时光。我也相信快乐就是最有诚意的这份新春祝福。这我个人还是代表很多影迷，就是非常感谢你和
导演各位团队给大家带来了这么一部让我们感动的让我们温暖的电影送你一朵小红花。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在上映期，但是我相信大家只要有心一定会能找到这部片子。我相信它是一部非常优秀的影片，因为只要你来到这儿，朱迅就一直沉浸在你这部电影的情绪当中。真的，哎呀，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去看这部电影吧，珍惜体会到这份难得的亲情友情，可能还有爱情，人间的情谊。好，暖暖的情也送给所有的老铁，谢谢谢谢谢谢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谢谢你。快手给全国人民发红包，除夕。